你们喜欢吉他的声音吗？我也很喜欢的。说一句好久不见，这一次又隔了多少天？每一次的约会，我忍不住猜想，我和你未来的模样。早上起床就想和你说声早安，打开手机拍下高雄的午餐，期待你也回床和我一样，爱的事情让它慢慢滋养。晚上睡前我们互道晚安，约在梦里共进早餐，我在薯饼旁边挤上番茄酱，爱的感觉让它慢慢滋养。说一句好久不见，这一次又隔了多少天？每一次的约会，我忍不住猜想我和你未来的模样。今天你那边的天气好吗？抬头看看星星正微笑。哦，想念，如果我就在你身边，唱我写的关于你的歌。我要来唱今天的最后一段了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想要请小朋友站起来。好，那老师也要站起来咯。这时候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手上有尖尖的东西，先交给爸爸妈妈。好，好 OK， 我们的最后一段呢，要请小朋友发挥你的创意，为这一首歌来制造一个舞蹈，创作一个舞蹈，可以吗？照你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看谁的舞蹈最吸睛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早上起床就想和你说声早安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，快发挥你的创意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妹妹把她的手抬起来了，可以随着节奏来伴着。哎，我们请大人不给我们一些拍手的声音好了，这样他们比较好跳。很好。哇，大家都化石了，怎么办？早上起床就想和你说声早安。开手机拍一下高雄的午餐，期待你也回传和我一样，爱的讯息让它慢慢滋养。晚上睡前我们互道晚安，跟着梦里共进早餐，我在薯饼旁边要挤什么东西？爱的感觉让它慢慢滋养，说一句好久不见。谢谢各位小朋友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。